你那宝贝鲛人啊，正是东海鲛人的世子。当得知他们的世子被本宫折磨时，鲛王还亲自上了岸，杀了仙师府的弟子，正好给了本宫杀他的由头。不知道这鲛王的鲛珠和你那宝贝鲛人的比起来，又如何？你终于笑不出来了，本宫最喜欢看到你现在这副绝望又无可奈何的模样。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现在整个四海八荒的御灵师都会替本宫去寻找鲛人，直到抓到他为止。到时候何止鲛珠，本宫要让他全身骨血磨成鸡子，与你共赏。是的，你放过朕。你放过朕，顺德，顺德，朕，你会不会恨透了我？